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那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丁烈老师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届湖畔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这样一个全新的赛事。那么今天呢，也是比赛的第一局。丁烈老师好。瑞姐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个湖畔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呢，也是今年由韩国这个主办的这么一项全新的赛事。它这个形式呢，就是和农心杯其实是一样基的本一样。啊，这样的一个由中日韩三国女棋手来共同来完成的一项比赛。那么也是每方呢有5位棋手。其实我们就可以完全参照这个对，农心农杯，心杯，对吧？这用时都一样。对，就是女满的农心杯。那么这个5位棋手呢，我们中国的5位棋手基本上是根据这个亚运会选拔赛的一个排名，前5名。对，那么韩国是通过这个外卡加选拔赛，日本呢基本上是一个指定制的。其实日本一般都一是般都采指用这定，样的。对。那么这个比赛呢也是和现在的国际大赛一样，也采用的是一个线上对局的形式。那么我们中国的棋手好像现在是在衢州，衢州，对，在都衢在衢州，州集训的嘛，在衢州这个国际围棋交流中心落子的。那么这个因为三国擂台赛，他们也是前面也采抽取抽签，签，中国队和日本队今天先登场。那么今天登场这2位棋手啊，说实话，这个虽然年纪小，但是名气都不小。不小，对，这中两国位，的吴一鸣三段和日本的钟义锦二段，那么吴一鸣呢？他从入段开始，入段那一年就是这个中国最小的职业女棋手，所以受到就大家非常这个高的关注度。而且吴一鸣他确实本身呢自己也非常努力，也很有天赋。入段这几年以后，这个成绩一直是不断的提升啊。今年在亚运会这个选拔赛当中是挺可惜的。本来是很有机会入围的，因为取前4名嘛。他最后一轮结束之后，小分比第4名差了2分，非常可惜。李贺第四是李贺第吧？四，对。哎，李贺还是陆敏泉啊？反正这好像今年那个女队选拔就咬得都很紧，好像悬对。念一直都挺难说的。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比赛的所在地衢州啊。这是衢州的国际围棋交流中心，哎，非常的这个古香古色啊，非常典雅。现在看到的说，中国围棋领队华学明老师啊，宣布比赛开始。这个小将吴一鸣，吴一鸣呢，他也是出生是，无锡人，江苏无锡人，他和我们现在的中国女子第一人小鱼儿于之莹，老乡，老乡。很巧啊。那吴一鸣呢？这个入段，我看他是18年入段的，这个进步非常神速。18年入段，第二年就进入了女子围甲的这个是阵跟容。钟义锦是一年入段的没吗？有，没有，他比钟义锦早一年。早一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国家队教练王磊。在王磊研老师，究，对，在组织我们这个女队队员在观战。我看你这队员，好像集训的队员都在哈，不因为，光是参加比赛的这几位棋对手，对对，因为近期呢，正好是这个国家队，这个在衢州进行一个封闭的一个集训。对，男队女队好像都在衢州，对，在进行这个有大循环、有这个积分循环这样的一个封闭式的这个训练吧。对。好，那么这个日方钟义锦呢，其实应该说，我觉得棋迷肯定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对，从他很小，都他很是小。09年出生的，今年13岁，吴一鸣是15岁，差2岁。但是这个钟义锦10岁入段，基本上就从他入段开始，就一直是备在受关注，聚光灯下。他在日本这个人气更高，就已经破圈了。不仅是围棋这个界关注很高，就整个日本社会对她关注都很高，就称为叫"国民少女"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呢，她确实从她这个成绩和成长速度来说，挺快的，挺快的啊。今年获得了一个挑战权是吧？对，就一是个头衔战的，
是那个日本女子名人战啊，的名挑人战，战就是挑战名人嘛，对，13岁挑战，她应该说是打破了这个日打破本记各录项纪录，从了，入段开始就最年少的职业棋手，嗯，这个最年少的业余，就职业二段，包括这个最年少的，最年轻的这个挑战者，就是一系列就完全是个纪录打破者。也是日本的希望啊，对对对，好的。那么比赛呢，也是在今天中午1点钟，北京时间1点钟开始落子的。我们先跟上这个棋局的进程。好。因为这个比赛是跟农心杯的赛制几乎一样啊，所以它的比赛用时也是每方1小时，之后有六六十秒一秒的次，一次读秒，没有保留时间。对，这个用时是不是亚运会也是这个用时？所以中国队好像对最近对，训练都是这个是的，时间，应该非常的适应啊。之前的选拔赛的用时都是一样的，这个黑棋直接逼主，这个很积极啊。黑棋是中一锦，白棋实战是脱先点三三啊，局部没有跟着应，对，这开局我觉得套路他们二位应该都很熟有悉。研究吧？应该是，这都是现在常见的一些棋形。对，但点三三。但这布局，感觉上黑棋配合还是不错的，那就捡明长一个，然后飞压是一个好点，是，这个配合，黑棋还是距离还是挺好，白棋飞出来了，对，这看起来都是好型啊。飞也有些别的，啊也有这个棋形也是有这样的更积极一的，些，这样也是有，因为这个飞的棋形。将来这地方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这个位这置个是吧？顶，这个对，尖顶，这个三个子的组合啊，这三个子的组合将来被一顶，很麻，就 是。就是顶的时候这边要冲断，你想联络吗？只有这个。但是这样的话，对，但这个肯定有点不坑人，这个受不了，这个这头一个，下变软了，我脚没了，实地损是失有点是。惨重，这所以。确实是白棋的一个痛点。可能先只能不管了，我觉得这个顶只能尝进去。你要冲断就给你你冲现断在了顶，我肯定要尝进去。冲断就我再说立下了。去战斗嘛，所以暂时还是不怕的。那就是这个棋形，所以为什么有走这儿的原因，就可能这个组合是不是黑的也没那么好分断白棋，可能给黑棋压力大一点。你爬我，让我跳过来，是不是速度快一就是些？把这个点尽量弱化，是吧？对，反正这个比较明显嘛。这个黑的实战还是先拆个二，对吧？拆个二，对，除非就是说现在白棋马上来防守，这防守还是很大的，我感觉 有没有心情先补一个？主要不防守有点搬砖，搬砖还是尖顶？反正怎么着再顶，顶不解决问题啊，主要是对，尖顶顶一的下话，有点损外面，就搬砖还是扎钉的问题。尖顶的话，其实就把这颗子看清了。不，但是就是尖顶或者扎钉的话，反正这地方将来挤完还是有冲断的，对呀，要补这个断，可能搬粘更好一些。搬粘就联络了，这个地方是连着的，这手棋很大，我觉得这手棋，要是我可能就得走，这个联络，因为比较老实一点，对搬粘之后弃两颗黑子弃井了，所以这边冲断主的。要本身实地巨大，然后自己变厚了，也没有断点了。然后将来逼过来，这搬砖尖完搬砖本身也是对黑棋的眼位的一个压缩嘛，对，看上去就非常大。所以实战他是选择打入，但那个打入着急吗？因为现在你要不好补这棋，如果黑棋自己回去，其实没什么意思。黑棋可能要想办法走，也是要往大了扩张。如果自己这种往回补，效率一下子就缩下去了，而且这走完之后，这个逼变得很舒服。对，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好点。你再走，你就是单关了。是，白棋这个实地便宜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因为黑棋刚才没来得及尖嘛，我觉得这个防守还是非常很有心情大的的一啊，手棋啊。很有心情来这里尖顶的。还有无名但吴一鸣好像好战是吧？吴一鸣力量比较大，是这个这个小打魔入，女，吴一鸣这个网上的网名叫小魔女，是吧？哎，打在这儿。打在这儿，打入这个当然很凶的一手，
但是呢，我就是感觉黑棋现在这个尖顶是一个棋形的要点。对，这个尖顶的话，总而言之，感觉从棋形上来说形成战斗，黑的应该是没什么怕的。嗯，因为黑棋还是比白棋要厚一些，黑棋的先招优势也在啊。是。但实战下其实有点出乎意料的，实战的定型。嗯，白棋是尖顶的，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尖顶应该是他临时的一个想出来的吧？感觉第一这棋好像没有不往里长的，长进去，感觉总得长。他尖顶会不会是和打入？但是连贯的也不是连贯不连贯，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角损失太惨重了。这个尖顶这个被糊过来，这地方不管站成什么样，黑的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普通正常的效率。嗯，就是两手棋太愉快了。太愉快，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嘛。比如说这个，好，我们看这个棋形好了。嗯，这样你说这棋谁好呢？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黑棋一人损一下嘛，对不对？这样应该白棋还不错吧？我们打个比方，就。可能也还好吧，差不多。这样白棋好吗？这样差不多吧，对吧？你挂角，这我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其实你也不快。嗯、但是这三个子是不是位置会，黑棋这三个子位置会差一点？还可以啊，黑棋三个子本来就等于当你三三，我挡下去嘛，就是双方角互换了一下，我是因为你三三、嗯，我们这样去判断。嗯，你挂我角，我尖出你三三嘛。嗯，我这先手挡下去，我挺好的，我什么不好？我把你模样破坏了，对吧？当然这个一人损一下，看上去黑的可能会损的多一点，对吧？所以基本上这个逻辑可以看成一个两分的棋形、嗯，但是这两手棋感觉白棋已经炸了。这两手棋白的肯定是已经亏多了，无论这地方将来怎么定型，这个是个明显留了一个断点，这是个要点，这个是没用的，这个飞的这个子其实没什么作用，所以这两手棋是爆亏的，所以这个棋形像是这样，这地方还在战斗，那地方已经被人感觉走了一把飞刀。对，这边因为黑棋的棋形非常完整，但是现在白棋明显是欠着断点啊，对啊，太大了，而且这个断其实还蛮严厉的，这个断不好弄。所以这棋第一感还是要长的，还是要挺进去的。他觉得长被冲过来，其实就这样嘛。接下来不知道，这好像可以挡吧？应该挡完力，你脚上不是也没事吗？嗯，我觉得这个棋白棋的策略其实是应该是先把该捞的实地捞一捞，然后外边呢从轻处理。这两个子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救，看你怎么来吃。因为这地方还有二路点各种手劲，其实我可以弃嘛，然后把这个子处理好。其实白棋实地这样看上去还是挺可观的，捞了两个角，黑的并没有特别多的目数，然后从轻处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策略。他实战的一个策略是把时空已经是全部拱手交给黑棋，然后跟黑棋强行作战。那先不说这个作战有利不利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面像这样时空损失有点大，对黑棋来说是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是吧？嗯，对，主要这个战斗还搞不清，这个战斗黑的很轻，就是黑的其实可以转换的余地是比白棋充分的。这一段白棋现在先打吃，你真子不利嘛，你只能打我一下，你打完再粘嘛，就只能好像挺必然的吧，没有别的下法。就现在黑棋。接下来黑棋是不是黑棋单实际上是单拐的？单拐比较凶，好像、嗯、要是稳健点，其实看得清的，就把这个子爆掉，这个是最清楚的。把三路这个子，我就把你吃了。这个看得很清的，没有什么变化。上面打你打我一下，把它提掉。虽然这个敢不敢长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考验，因为这个当然解明了，但这个棋下成这样，我感觉白棋已经要炸了。哦，这个被虎出来。白棋这个上面的效率根本就没法看，白的、嗯、这个黑棋太完整了，因为这里虎掉棋形很好，这里棋形也非常不错、这个、棋形好其实对比出来的，这白的太差了，这个是个烈性的感觉，因为你不能搬不动我、嗯、然后吃两个子严格上来说还没活计
关键实地上，然后主要是未来啊，这个未来白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治孤，而黑棋其实比白棋厚太多了，所以这不属于对跑，就是单方面的去欺负白棋，就是你将来得还账，得付出一定的代价。那这里如果说不吃的话，那我也没这里尝过了，那我也得尝呀。就是我看不出白棋这棋战斗有利的可能，嗯，也很难。就算这局部战斗两分战斗，但这个损失你是找不回来的。是，那你这还怎么看还是黑棋厚？就这里能飞下去吗？这能杀得过我？就拱死。就如果飞，这边一拱，这主要是几个子气有点紧。这杀不过呀，这哪杀得过、杀不过，确实是。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所以黑棋这个特别简，其实这个很简明一些。那我们看实战，这个中义锦，它其实是单拐嘛，单拐的。它实战就是这两个子不肯弃，他就没想过要把这棋筋弃掉。嗯，就刚才那个图其实简明的一个转身，就黑的就优势了。我觉得黑的优势还挺明显的。他实战很硬啊，他是选择他现在得要吗？他现在因为他如果简单吃这个白棋吃了、黑的就没有刚才那么好的棋形了，你现在也得跳出来、这两个没走到黑的亏挺多的，那是。所以现在他由于选择这个拐，他就构思好了这两个他就不肯给，但是反正这样黑的占肯定是可以占，就是这样局面就复杂了，站住。所以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呢，我觉得复杂的局面其实是白棋更愿意看见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拐跟吃其实可能从胜率上来说黑的都不错，都挺好的，但是可能就是，但这个劣势优势的一方可能一般我们会选择简明一些，对，但是小姑娘可能就是觉得可占，这下的确实挺紧的，更积极一点。但这个就乱，这个乱，对，这个像这种擂台赛啊，先锋之战是吧，这个第一个出场的棋手可能会这个心态上会不会有一点波动是吧。主要这个钟义锦跟吴一鸣他们两年前三年前下过嘛。对，他们这个之间交手是三年前，2019年在这个吴清源杯上，当相当于一个热身赛，当时叫超新星对抗赛。对。因为当时那一年钟义锦刚刚顶段才10岁。当时吴一鸣也是刚入段一年。对。当时都很受关注，然后就组织了这么一场这个超新星的对抗。那次比赛呢，三番棋吴一鸣是2-0取胜的。但是已经三年前了。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这个三年之后钟义锦最近这三年真是棋力也是暴涨。对，所以从这个下法上来看，双方一上来战斗的非常激烈，可能钟义锦也是抱着这个有复仇的这个心可能比较积极求战啊。对，因为钟义锦确实入段之后在日本啊这个战绩一直都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女棋手里边，对，她现在显然是这个日本女棋手已经不说在新秀当中了，就整体日本女棋手当中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了。那是能获得名人战的挑战权，那肯定是已经是一流的，那个女棋手里边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成绩了。对，嗯，才13岁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粘住然后打吃，打吃让白棋靠出来。那这个确实我是觉得是白棋更加愿意看见的局面，这个就有点不好判断了。对，比较乱战，刚才是明显白的不好。但我们说吴一鸣当然也是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这个班也有点奇怪好像。那第一这班感觉有点不便宜。双一个怎么样？因为双一个这棋也跳不过来，跳过来这地方有一靠，是吧？这肯定是封不住了，这挡不住，挡的话它挖是吧？挖也行，直接断也行，这根本站不动啊，这白的棋太紧了，所以这地方是不怕封的。那白棋可能就只能往这地方靠。刚才要是他顶呢？你靠着他顶呢？就提呗，提先手，提你
不理我。有没有可能？应该不太可能，完全不理我。我冲出来之后，我就冲完了，搬完拐过来。白的但你是看自己也是裂隙，黑棋的这些下法好像紧，对，特别特紧。别紧。这个搬完靠出来的下法，它是飞出来。飞的，那这个搬感觉有点凑白棋走，因为这搬完我的感觉是黑棋自身的气太紧，会被白棋一直借用，不如一手棋走干净。感觉双一个会厚一点，不给白棋留一些后续的借用嘛。你搬一个，第一感觉不便宜。这个棋下的特别紧啊，也是双刃剑。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能后续啊，后续能够持续一直维持这种紧绷的状态，然后直接把对手拿下，那可能就说一竿子就把对手打倒了。但一旦你让对手这个回过劲儿来，是吧？那你自身可能就有一些弱点就要暴露出来了。对，主要是黑棋目前还是作为更有利的一方，黑棋选择的这个策略，我是觉得，其可实能不如简明一点，好掌没有握。必要，是对，吧？但是可能我是觉得钟义锦是不是也把吴一鸣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那了？一定是。要在你的这个最强项，我跟你掰掰腕子，其实你看你不现是力在量啊，大吗？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这个中日韩其实都有这种天才少女的棋手。中国吴一鸣是吧？但他们年龄相仿嘛，就对，是都可是能那是，13岁、15岁，其实都是吧，对，少女嘛。对，年龄然相后韩国是有个叫金恩池，仿。金恩池这次暂时没有选上。就在韩国队阵容没有选上，但外卡也没给他。外卡是颁给了这个金彩英，所以他们这次的先锋是叫金色珠吧？我没记错的金话，丝李色啊，珠，李色珠，李对，李色色珠，珠，李色珠也是16岁，也是这个去年刚定段，对，我们对他韩实国力定的段韩国定难段。一些，16岁，不，就是他对他的实力呢，其实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他能够从这个选拔赛从中突围，能够进入这个最终的这个阵容名单，其实就是他实力的证明了，对吧？但是吴清源杯上，钟义锦、吴一鸣还有金恩池这三位都出现了。但我们吴清源杯不是延期了吗？否则其实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所以我觉得比赛啊，真的是需要有一些这种明星棋手。这种有人气、有话题的棋手是吧？我们看起棋来呢，也好像关注度更高。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双方年龄相仿啊，一直在各国这成绩啊，这种地位感觉上都差不多的，对吧？这种较量哈，就除了棋之外，还会有别的这个故事。就感觉吴一鸣、钟义锦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有点，当然虽然刚对。开始啊，他们路还很长，但是因为一上来就刚定段就举办了一个这个交流的对抗赛，他们俩就代表各自国家出战，所以可能在这某些方面来看，确实他们将来可能是挺长时间的一对好对手。是，就像我们这个于志莹和崔晶是吧？就他们一交手，大家都觉得哎，有故事，有话题了。好，我们接着往后看啊。现在搬了之后飞出来，白的只有黑拐啊。棋好像是一直在战斗是吧？钟义锦，钟义锦这个小姑娘，其实那我记得10岁那年来中国下，孟百和预选赛那公开赛，哎，特别可爱，长得很可就爱，是在正好就是特在别我们好这个天元围棋我们的那个直播室啊，太可爱了，特别萌。当时来下，我记得是对一位中国棋手，对，是跟谁下？第一盘好像就输，输是肯定是输的，但好像这是谁跟他下，好像有点不忍心，好像太可爱了，太可坐爱了，对面好像刚是刚的，好是能的，够着棋盘，搬下去，这个头绪就比较复杂了。就是你看黑棋，虽然这个招法特别的凌厉啊，但是一下子拿不住白棋。我是觉得他这个扳头给白棋借用了，白的反而能够先手推你几下，好像那黑棋气呢？还是很奇怪呀，这个东，这个一般的时候，现在黑棋现在回这棋防守了一步，不补的话，怕什么是吧？应该也不会死吧？这棋不补，当然不补可能确实有点，
联邦肯定是打结了，如果力挡住，这是不是有一拖呀？拖得长，黑的可能得利用这些东西，或者是怎么着来腾挪。局部确实活的不太活吧？除非你拖腿，好像要卖这个是吧？挡住被一拖的话，反正可能也只能把脚弃了。那除非你挡之前先在这里。对，局部肯定是走一手肯定有价值，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你有时间去脚上弄我吗？这个头巨大，力大如牛啊！对，这个不先抢吗？这个点真的感觉是双方必争的一个点。要是我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再说了，那能怎么样？至少是看不到近死的手段。但这个头太大了，这个不会近死。你我挡住你拖，我可以顶你啊！对是拖不进来，我不就活了吗？哦，这没事儿啊，可以顶是吧？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说拖，有一顶，横顶过来，顶你嘛，横顶，嗯，这你拖不进来，这活的黑的，除非你搬进来打结嘛，你就粘，我就粘上，都给你了，嗯，你只要挡不住，你肯定就不行，上外面还是薄，有点薄，对对，这拖不进来，没事儿的，那搬打结这个无所谓了。对，这个因为这个劫打输了，白的也死了，所以这不是说对黑棋脚步的一个大劫活，这是双方对赌的一个。那我不怕呀，嗯，而且打劫你没法跟我打，关键是这个头太巨大了。那我补一个不是超级缓吗？刚开始说绷得紧，紧了半天，这手棋感觉要缓，一下子有点歇了劲儿了。哎，对，有这种感觉。哦，这个。这个还不能错过，这个真的是不能错过。这个拐头啊，这没拐有点可惜，感觉是必争的一个点啊。主要那个刚刚看好像不是很着急那个打。这一步刚才这个中义锦前面下的都非常的紧凑，这个劲儿一直是绷得紧紧的，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好像有点松劲松了。这个局面我觉得对白棋来说是有点缓和了。哎，这个被白棋把这个好点抢到了。本来这个布局感觉白棋。有点难，不知道是哪里，可能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打入或者尖的时候，最大问题可能是这步尖顶吧，包括之前棋，这个尖顶被胡搅，感觉这棋筋有点难处理，先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贴的时候一些长，一长像白棋把这个头搬过来，哇，这个越来越，这个。刚才我们说黑棋气紧啊，对，这就是直接搬。我说这搬的一个问题。对，这两步你看被白棋这个贴在一扳头啊，这个气紧的毛病马上就显现了。我感觉要点怎么全是白棋给走到？这黑棋凭什么被白棋给搬过来呀、啊？黑的拐拐头什么不应该都是很主动先手定型的？白棋在火。那很难，黑的。这里面黑棋好像很难动劲儿了，因为自己不这个交换白棋已经先手便宜了呀。这个黑的也很难受，黑的不补了。黑先再把这边贴过来。啊，还要找时间走这个。嗯。因为这步贴过来冲断是一种，如果打劫劫才有严厉的，需要一枚劫才我可以虎断你。嗯。如果虎断就更严厉了，他贴这个，但是好缓啊，这黑棋。对，你看这边现在白棋好像找到节奏了，这个打吃，再一顶，不，现在肯定是白棋在攻黑棋啊，就当时那个局面，谁能想到这棋白棋主动在攻黑棋啊？感觉肯定是黑棋主动啊。黑棋当时这头拐过来，现在这棋黑的脚上也没活，这棋形是不是回头这搭一搭棋筋你还要不要了？这个脚白黑棋很难补啊，现在不知道怎么补了。活是可以活，但是感觉要不算了，活了太，因为你活的话，这两个字也会受伤，就有点打架嘛。就是你现在黑棋是这样子，你脚上就粘上了，还能怎么补了？那人家这边都是先手是吧？那这一代都是先手。那我怎么走你也都是先手啊！我这你搬粘先手我也拦不住。就是哎，补起来不舒服。这棋形有问题啊！就还是之前这个其实不着急打的。
所以现在黑棋好像也没有心情再来补角了，他是打这个作战，继续作战，打了长。不是，我觉得之前那个作战可以说是黑棋主动的一个构思，想挑起战争，就而且战斗也是比较有利的。但这个打断的下一步的战斗，我觉得黑棋是有点无奈了。黑的这串下的有点乱，我觉得这个战斗白棋是不怕真怪。了。这棋形这棋形不对啊，难受死了！这将来靠一个怎么？这往这一搭，先把这个跳出去。我这黑棋调子确实有点怪，然后现在黑白棋就在这里依靠。靠是应手嘛，对，看你怎么补，这里怎么补？这个还要补吗？补了？不要了呗，啊，这这三个子不要三个了子是不吧？要了，不是先下手为强啊，对，他先搬了，先走中央。先搬，怎么办？看似紧凑，他怎么跟我是感觉跟这搬有点像的，你看似紧凑，走完之后怎么自己多俩断点便宜吗？然后现在他是顶这个，再补回来，再补回来。还是要，还要吗？都要。还是都粘住了，还都要。但是你看，这个吧，其实一个眼都没有。将来这个顶先手、冲先手，那 气也非常的紧。对。要。哎，那他，哦，他要这样的白棋，这个是后手。我说他当时粘的话，粘的话，那白棋这个挡是先手，白棋也更厚，对。不，他真，黑棋选择这么补，这样补的好处就是，将来黑棋能冲到，让白棋这个变成假眼。我觉得不要考虑这些东西吧。这个白棋的眼有什么关系呢？白的这随时，那你说他补的话，这个补法为什么要这么补呢？这么补自己的气太紧了，而且气特别重。不是这，他就不能灵活一点吗？我就一定要吗？这三个字是棋精啊，但是咱先放放呗，白的也不会花手棋去吃吧？我觉得这先粘上再说啊。那粘上，我是觉得这几手棋也蛮俗的，将来呢，这里呢，白棋将来要吃就是冲，是吧？我就不要了这三个嘛。子就不要了，因为你不敢粘了，我不粘的理，话这里断，就不要这了。三个子就你现不在能，也不会冲嘛，你肯定这地方还得走还得嘛。走。我先走走，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咱先挂挂角看看，别下那么重啊。对，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如果对白棋没有发起进攻的话，这个棋精的属性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就是你这个下法呀，你必须将来对白棋整个有一个攻击的效果。如果你没有攻击效果呢？哪怕你实战白棋就是跳出来，这块棋你别想了，肯定是攻不了白棋。白棋好像基本上已经算把黑棋吃了。那你这个交换本身实地是大亏的，那肯定了，而且你这两手棋还把自己气给紧住了，是。自紧了几口气，实地大亏。如果外面的作战你将来得不到回报的话，那这就是一步恶手啊，就不要了呀。黑棋这串下的有点感觉，这个对，这个枪法有点稍微有点乱感觉啊，可能之前的这个进攻啊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所以这个钟义瑾这个小姑娘，不就给一种感觉，黑的什么都想要。我们感觉就白棋搬下去之后啊，黑的这个子不肯死，长出来了。然后呢，角上要补一个，然后这边还要断打出来，对，要把你分又段，分段占出一块儿。然后这边先手走两个之后，什么这个棋精也要，就感觉黑棋头绪有点给自己增加负担，有点多，没必要多线战斗，啊。然后先白棋跳，黑棋粘，对，这个棋的话，白棋把这个震，选择震这边。这白棋的处境比之前好太多，现太在我多感了，觉应该白棋优势。
这个黑的攻了这儿寂寞。我们看啊，将来白棋这边这顶了冲都是先手，所以黑棋这整块棋其实是没有眼的，而且不，气也比主要是很重，黑的很什重。么都没走到，黑的走了半天，走出一块打劫活，这脚上现在是打劫活嘛？嗯，我走一个，你是不是进死你怎么打这个吗？啊？啊，打这个，你提，他提，嗯，我打了长进去，局部就死了。就死了，对。这打你这有个冲，可能有点那个跟气有点关系，是，就局部好像是要进死，如果白棋走的如果黑白棋外面走的比较畅了，是话，吧？都联络的话，可能将来这个一路一反正局部打是不吃活的，是对，嗯，脚上不活。那我直接点你应该也死，不用那么妙但是是吧？点你活不了，点你提我一路到虎好像。嗯，就我们看，如果是当初这个打之前，白黑棋如果拐头的话。那这个比这中主动楚太多了。这个情况真是天壤之别。现在白棋已经是扭转了应该开扭。局的时候有稍微有一些当时有一点不利的局面不，当时是这样，当时是外面战斗，我们说黑棋还挺有利的。了。嗯，然后这地方黑棋是个虎口加个拆二，对，黑的实控也捞了一大堆。现在呢，黑棋这地方的控全没了。脚上是块打劫活，这两个子已经快死了，对。外面几块棋继续扭打在一起，未分胜负，就是这个代价属于是白扔的。对，黑棋这地方已经是这个地方已经崩溃了，然后外面继续在战，也没看出黑棋战斗哪有利，反正就是还能战。嗯，嗯。这一串反正黑棋，感觉有点啊，你看白棋这有点思路。失常。白棋正常这棋可白的不要，我倒是白的要，我觉得倒是应该的。白棋比黑棋灵活多了，白的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先放一放。嗯，白的感觉从这大局上来说，比黑棋要从容一些。但这地方白棋确实也不能落后手吧，应该能争到个先手啊。白的现在已经放开了，我那觉么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得，跟上这个棋局的进程同步了啊。嗯，嗯，退一个，它有一个问题，将来这地方一靠，这是什么棋形？这棋形也挺怪的，这地方靠完挤一个，哎，你不能走这，走这步，啊，走靠这个，这很怪，这。那这个其实如果顶呢，他怕什么呢？要顶的话，这个就是联络比较完整的。这正常肯定是顶正啊，常顶，感觉肯定，对。他可能就觉得顶一个你搬，搬，嗯。那有什么问题呢？你推我搬，我你想干嘛？这总是顶了，顶一个后这个他要搬进去吗？搬进去也没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人家也搬住了。不，主要这地方太薄了，我将来就靠一个，你到底是对。搬哪个？你这个，你其实你就搬这个嘛，对吧？你走这个，我挤你也得吃，也一样的。嗯，没必要，还是应该顶，好这像个是，被人夺个打断，确实是应该，顶住无所谓的呀。他其实就是走两下嘛，是，白的想干嘛呀？不就走两下便宜便宜，然后这还得跑吧？这个倒是还是大呀，这个不要了嘛。确实，这个松一下之后，薄啊，一下子把这个联络上啊，这你这。留了个后隐患，多个断点，当嗯。然了，黑的现在搬了走这个，以后这断点嘛，倒也不是说白的一定要看特别重，你反正你吃我，我也就不要了。毕竟是薄了一些，对吧？嗯，把这个拐出来。嗯，那肯定这得个还拐，还得是跑，不能，这个五个子弃金。还是不能不要的。对，因为黑棋这块跑出来之后，白棋这块跑出来之后，其实黑棋是两块，是吧？黑棋白棋这边相对要好一些吧？这哪儿都是白棋好啊！这个棋，这东西你是不是还得交换走走？你不一会儿我给你断了，直接切断了，你直接切断挺严厉你的。都没气，你这气紧了，这剩一口气，我这拐住之后，这个断肯定是很严厉的呀。而且这个你感觉得搬吧？你不搬，你这行棋方向现在是行棋方向第一感是搬了。但感觉也有点打架，嗯，跳啊！我觉得外面也是白棋好，主要这个棋呢，就是白棋实控应该已经好了，
失控啊。嗯，黑的没多少空。嗯，但白棋的空，我就把这俩吃，再算你做活补一个，公平吗？还不行吗？这个地方黑的基本跑不了，我就算不断你，你不能跑了吧？我不断你已经挺给面子的，你飞一下我挡一个行吧？这个黑的已经不能再满意了，白棋这两块空加起来肯定比你这块大，你脚上你打劫活，你不能给你一点目吧？我走一手把你吃了，总是我的目吧？所以中将这个战斗看起来还是应该是白棋有利一你些白棋有力啊。啊。因为黑的这个断点，黑的的棋，黑棋的棋形整个就没有白棋好。对。嗯。他现在，黑棋中义锦也在考虑啊，长考。这每方一小嗯。时，1点开始。现在正常来说，如果双方时间这个均衡的话，应该还是没有进入读秒。嗯。嗯。这个棋应该不会说前面有太多长考的地方，嗯，我觉得。现在确实是要好好想一想。对，现在这个每步棋它的方向，现在黑棋每步棋它得慎重一些。它如果是一个方向性的抉择，嗯，如果方向不正确，棋还是不好下。嗯，那我们看看，这有一个变化图啊。就如果它是补的话，补断，你一人补一个嘛，你补我也补呗。我也补，再单。我一定要补吗？你说哪个不补？这个不补。嗯，不知道，不补你俩跳回来了是吧？有点大，嗯。不然我跳，尝一下。哦，猴出去好是你再贴的话，我飞是吧？吧？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不吧，是非我冲冲。这贴摊他哪怕跳，他也比长好，啊。是吧？他能快一点，这样你贴我糊过来。哦，因为长的话，我因为我跳你长，我也得粘，嗯。所以单猴这样反而好，看似快一点。跑得慢，其实跑得快。嗯。然后啊，图是这样，黑的贴把棋拐下来，还是。还是焦灼，是吧？很乱嘛，很乱，很对。乱。但是白棋已经占据主动，反正白棋现在是比当初黑棋这个拐之前，嗯，当时的这境况要好很多了。当时我感觉白棋那个变化嗯。亏挺多的。好，看实战啊，看看实战的下法。哎呦，下得很快呀，这一带。这是有个拐，这有个对，拐，这有个拐。但靠，嗯，靠着不断，哎，对，它靠着不断，这个下法，俗一点，但是这就是急先手是吧？确保先手，这两但这个下，就将来点一个不舒服，将来这些点你，你很不舒服。嗯。就如果说刚才虎把些尖的话，黑的应该不如那个图，这薄啊，刚才那个图没有后顾之忧。对，更厚一些，这图有点薄。再搬。哦，这时候白棋也是，哦，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弯。他没有看到弯，这个会便宜吗？先贴一下这两手交换是，有点劣行嘛，对，稍有点微劣。有点，要有点亏啊，再搬。但好处呢，就是争到了这个扳，这个头比这个弯呢要速度明显是要快没有，就刚才，哎，刚才我们变化图不就长这样吗？不就等于这个子放这儿好，放这儿好的。也是啊，那还是粘上好吧，加上这个头硬一些，厚一点，这地嗯，方将来还要被人借用，感觉对，这他个可能没子，有看到这一弯的好处是吧？啊，他跳，他是不想让人家长，他不想让他长，对对对，他弯的话，确实刚才黑的贴不便宜，这样快了，嗯，就弯好。靠一个，
啊，也行吧，对，我觉得还好，就这个子的区别，关系不大。这个这地方白棋会稍微苦一点，得虎吧。然后现在白棋把这个先手全部兑现了啊，对，怕以后走不到是吧？对对对，以后是有可能走不到，现在走是个好时机，对吧？因为再走有可能不要了，因为这地方要处理嘛。对，现在走是好时机，这是对的。而且黑棋这俗掉之后，白的也不怎么撞气，没事儿。嗯，你把这两个字已经吃掉了，跟气的关系不大。将来黑棋这一串真的是很重啊，就是你说的这一点。不，这个黑的得先走，这地方黑的不能落后手啊！不是，这我打你，你成不了了，成我给你断了。嗯，这个地方打完断，黑的受不了。对，这个就是当初没有虎是吧？嗯，留下的一个问题。这地方有打完断，但是白的直接来是不是来不及啊？因为这个白的也不能脱先嘛。那打我可能直接跟你拼了，我杀了你。我也搞不清，这打黑的确实不能长了，这个是个很诱人的东西。现在白棋在考虑啊，对不对？这要不要？这个敢不敢？这个如果能成立的话，这个太严厉了。但是也要看这边的死活问题。这需要勇气。嗯。敢不敢？不知道。现在像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不是对白棋来说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那肯定现在其实像这种局面的话，每一手棋其实好像都是关口哦，任何一步棋走错了都有可能万劫不复，就是这种战斗，特别是这种犬牙交错的棋形啊，嗯，双方什么四五块骨棋扭打在一起，这种棋的容错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嗯，一步棋走错有可能胜率就归零了。哎啊，打在这儿，我打在这儿，你不打上来把这吃了他，你你打在这儿，对方该跟你搏命，跟你搏命有什么影响？那你看不是吃在这儿？因为打在这儿和这儿就差了这个一口气的问题。这个是明显不能长的呀，这个长一断，这黑的肯定要炸呀。那你不能长，我总是打这把你拔了，好，我干嘛打在那儿啊？没理由的吗？是吧？对，打这个，这是理由，这棋理说不通嘛。就是你不打，我可以理解嘛。你补棋，这是可以理解的。嗯、我不敢打嘛，我自己也危险。对，你既然敢脱险，你不下最狠的，你还走一个留有余地的，这个就没有道理啊，是吧？就没有道理，他没有看见嘛，就不，这打了断怎么会没有看见？对，这个好像有点心慈手软了。嗯，说不通，这我觉得道理上来说说不通，因为这边白差一口气啊。对，而且这样黑子，他甚至于如果你打吃担心他脱先，这个黑子脱先起来更加心定了，因为这、嗯、你都不能断我，我不是气更长了吗？嗯，我也不知道这一笔地方怎么样，但是对，但总而言之，你这个既然敢脱先，你不走一个对。因为脱先的前提是不怕这边死，对吧？那既然不怕的话，你当然走这边是要走最狠的下法。这拔花跟这能比吗？那您拔花好呀。如果刚才吃在这儿的话，白棋黑棋基本上不敢长。局部肯定不能长。长的话就被断上去。这是不能长，断上去崩了呀。那你不管他走什么，这朵花能拔掉？他只能拐打下来吗？这朵花拔掉，这个差距有点。我肯定这个图好呀。差距有点大。差太多了。都没有道理，不拔到这一下、嗯。可惜啊，哎呀，这白棋这个错失了一个好机会。也不知道错失不错失，万一打上了，人家把你杀了。但是问题不解决问题，你要走人家该杀你也杀你。对，这看不清这什么。现在又给这个选择权又交到黑棋手上了。黑的到底是硬还是杀？对，所以你看这每一步棋其实都嗯都是很危险、很关键的。这个进入中盘了，现在战斗比较激烈啊。嗯，尤其是现在这个局面非常乱，非常乱，一个乱战的局面。这中间其实黑棋想要吃掉白棋也不容易，这头绪也太多。也对，也不知道黑棋下一手如果想吃白棋应该走哪儿，
这个需要花很长时间算的，因为你黑棋其实自己呢也不是那么厚，不厚呀，对，对。就这个问题。但是黑的要利用白棋这地方，如果长一个什么，尝一个好像挺好的，或者说吃小了，白的也有可能弃。这地方搜刮一下，然后让你手起吃，我弃了，是不是也你是一说种把思路？这几个字就是弃掉说是这吧？怎么样，少死点，因为这地方挤死了呀，已经，对吧？挤死还是有点大吧？这还能硬吗？不挤死，你看挤死的话，这边2、4、6 然八后十六十我这不让你活呀，我让你手起十吃啊，八。我想办法让你手起吃，没多大。你要是不收棋的话，就25目棋。关键这一吃掉就太厚了，白棋，黑棋就太厚了。那你长一个，我也不能补啊。你看现这在，棋长一个，我能走什么？我黑棋还因为在这个考虑，团是后出现来的，在也是这个打了没用，打胜了这负的个关键处对，啊。长一个我觉得只能对你弃了，长倒确实是好心，我觉这得。不能再要了，只能弃了。只能弃啊。我如果说硬要联络这也太 胆子太大这个了是吧？硬是硬了点儿，这不是没用吗？就这个双打没什么用。这无所谓的，这个也不敢尝尝，就这样，只能踢。没什么大用，除非挤完了再断我的啊，这一顿乱拱，你说哪个挤这个？那自己活已经活不了了呀。挤这个断这个是吧？但这下法我感觉白棋太牵强，你断完将来我这一粘，这地方断又出来了。我觉得不能要了，弃了吧。白黑棋现在是飞的，没有长飞的仗。那他是不想吃小了还是怎么？这个不会一会儿就要决出胜负了吧？这死了就结束了，更何况你这还吃在这儿。哎，刚才你说是长这个是吧？嗯，他如果说，比如说，这边不知道怎么连，如果比如说这样连一手对，呢？连也连得很奇怪，其对，实，不知道怎么连，连我走你还好像也对，也有尖，那这怎么连呢？连肯定是连不上。如果你脚还要的话，如果脚要肯定是连不上。然后这边嘛，肯定一挤就挤死了。但是你飞在这儿的话，好像你这个就挤不断它了呀。它这个打先手是不是能虎回来了？不，他的意思是，他把你这封住，直接就。啊，全部吃掉对，他不是挤这个什么，啊？他要，哦，那他这个有点狠他就给你啊。他这个虎，虎，实战就是虎的。我挡住呢，挡不住是吧？哦，挡住可以先打这个，打你一下，打你一下之后再打了堵住。哎，这打完这你尖了贴，我就可以搬了。对吧？这个，这样黑的就死了，对吧？他打这个呢？那你这不死了吗？哦，这没你得打打。我这个吧，你打我这个无所谓的呀。你这起筋死，那这虎挡不住了。这飞是什么？飞一个一飞的虎，话，现在小尖。小尖没，小尖，现在小尖，小尖我打呢。这得粘吧，冲出去呢，虎死是吧？走这我是不是恰吃啊？你总不能这样吃我吧？不能吧？不能吧？这个吃这不 行，你这应该都说我尝进去畜了。生，那你虎，那虎我先打掉呀。虎本来就已经吃得很小不是我打掉不就行了吗？干什么？我打完一冲，这黑的在下什么？这已经出来了。钟怡锦同学，这一串儿哎，那个吴一鸣就是打吃的。炸，这我感觉黑的已经炸啊，裂，炸裂了。炸裂了。哎，这串，这不停一招，反正这个算路很清楚啊。这个难吗？这东西，这个不难吗？这个算路得有啊。这我打你一下不就完事？这太清楚了，这黑的攻了个寂寞，停了一招。
这很清楚，纯纯的停了一招，棋可能是走不动。这一打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打你不会不粘了吧？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个，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嗯，你唬这个，不能吧？这感觉黑的不能吧？你这个形成一个转换，这个黑棋白棋其实甩掉包袱，甩掉包袱，而且你恶心，你这东西，你这种这个棋你吃了，你就有包袱了。对，简单说，我将来打你，这不能长了。我冲完打完打完毒死、这个，这个应该不能说是转换了。这整，那你不转换，你粘上白的先手脸也炸了，已经炸了。也只能粘了吧？我觉得黑棋啊，不能。要不就，我觉得只能转换。你觉得只能糊过来了？因为粘上太没面子了，等于停一招。可是你这样被提掉可，好歹我的思路是连贯的，我贯彻了自己面子是吗？对，这个是一种转换，对不对？当然可能我判断上有些问题，但是。就是双方各有所得。你这个粘上说不通了，粘上我停一招，我怎么弄啊？我这停了一招，我这个子扔掉好了，没有用。我刺了个寂寞，所以他刚才飞也过分，他应该长。对对对，这里是长是好心。这一打，现在黑棋非常的为难，裂开了。这个白棋打，嗯，好手，这个局部联络的好手。刚才我们摆了，就说黑棋如果粘，白棋恰打掉，走掉的，对，马上就恰打，不要给他留个虎，马上恰打，一点还手余地都没有。对，这都是急先手啊，只能提，只能提，哎，这只能提，这也不能想拖过吧，只能提，不要，这也是就是再想一想这各种可能性嘛，只能提，多了这个子的话，已经确保联络了，是吧？那在干什么？确保联络。确保联络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黑白棋联络，这等于这两手交换，这个不交换，这两手交换你也顶不住啊！就这两下交换全都是这个交换，黑的已经亏多了，这个是更加裂开了啊！这里黑棋一下子，黑棋一下子是非常为难。哎，吴一民他没看见，他肯定没看见。吴一民三段。哎，我们的小吴现在这个下书几打之后，我觉得后续他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啊。那肯定，那肯定。哎，这个是个好消息。嗯，我们中方这个先锋，女先锋力量还是要大一点，算路非常的精准。但是黑，其实吴一民今年以来啊，战绩一直都很不错。嗯，你像包括他这个他围甲是不是下的还可以啊？女子围甲是他下了三年了，从第一年开始就是基本上先有胜绩。就一般好像就赢了两盘棋，下了十几盘就赢两盘棋，那很正常，刚定段嘛。刚第一年嘛，刚定段嘛。第二年开始就突然就开始就突飞猛进，到这第三年就已经是成为队里的主力了，并且帮助他们这个杭州队拿到了第三名，就进入三甲了，这样的一个成绩。今年呢，今年因为女子围甲还没有开赛嘛，所以今年下这个亚运会选拔，也是这个成绩就是让人刮目相看。你包括和于之莹啊。周鸿祎啊，其实他们下的是双循环，他都是一胜一负啊，就是和这些我们中国顶尖的女子棋手已经是有这个一个抗衡的实力了。对对，而且他现在只有15岁啊。对，哎，实战黑棋还是你了解呀、啊？还是你我得给自己有个面子吗？这个对吧？还是你对他了解？行不行呢？只能转换了，只能转换了。但我觉得这是他被打车的时候临时想的，他不是说刺的时候想到的。对，这个转换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已经发现自己出问题了。冲！哎，没，还没走，还没走，这个应该会冲出来吧？或者把这个提了也打。这个白的好像现在都行了，主要黑的空不够了。黑的吃完这个之后，然后吃完这个还有一个问题，白的劫财多。我随便了。现在白棋的选择很多，是吧？白的属于现在是棋又厚，空又多。嗯、黑的这个棋将来，我觉得各方面来说总是受棋吃。收棋吃的话，局部只能点18目19、22，黑的全盘现在就20多目棋，空也不够。现在上边是什么情况？他要不要怎么下一手把它能吃掉吗？不知道，敢不敢飞？飞一尖不便宜。小尖呢？小尖着走，
也有可能啊，都行，我就冲也行嘛，你就冲，其实也挺舒服的呀，都可以。现在白棋要选择一个相对稳健的下法，可能是。这种里边走走嘛，稳一点。对，现在白棋选择很多，是吧？这是太多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白棋只要不死就行，因为这地方我就算你黑棋活，好歹白棋争个先手，不过分吧？哪个？我这地方定个形争个先手不过分吧？我哪怕你算活，你黑的不能先手活吧？对。那我随便外面我再走一走，黑的已经空不够了呀。对，因为你吃掉这个，没很有那么干，大，很对，没干有那的，么大，其实挺干的。而且这个厚薄一下子，厚薄一下子这个将来还得逆收转，起吃，将来这东西，将来但这是，个如果被封住，这个收起吃问题很严就重刚的。才白棋如果没啊黑棋没飞是单长的话，当时那个光景啊，白棋其实挺为难的，是吧？好像就死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把尾巴怎么个气法？怎么个弃掉，然气后法？连回去。现在也是弃尾巴，但现在不是说简单的连回去啊，是他要吃啊，现在是他要吃你了，顶上来。哎，顶上来紧凑啊！便宜吗？顶上来只有白啊！那只有白，那想啥？那就缠哎，嘛，现在正好下到这一百手，对，顶住。对，上面这个黑棋对，怎么搬粘跑啊！还是在跑是吧？不要了，这空上哪收去啊？这暂时脱先，先走这边粘住了。当时我要是能把这个拔了，我 已经相当满意了，上面已经相当满意了。这边黑白棋也是没有什么这个生命的没有安白全了，的，对，没有这个担忧，就是看怎么处理好。复杂点嘛，我觉得黑棋还是要把这个粘上，想办法粘上飞下来，两边尽量把局势变乱。白棋这个心还没有特别安定嘛，对，但是还有点乱，还有点乱，但是局面白棋是一片光明，是，就这一代中府这一段战斗，可能这个中义锦不知道。哪一步棋或者哪个地方这个出现了误算，有可能啊。总之，这个战斗的结果呢，明显是白棋是占据了一个明显的优势啊。现在一百手，实战已经进行了，我们跟他同步了。现在黑棋还在考虑当中，我们要不要趁这个时间也稍作休息啊？好，大家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以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个棋局现在进行到这个白棋顶是吧？要对上方这几个黑子强攻，看看黑棋。其实也不用攻多，就是可能，其实先手很重要。如果白的能先手定型，我觉得就可以。看看现在他黑棋是选择的力，做活呗。做活，对，这个如果弃掉的话有点大。直接冲过来，就给了，也不往下跳了。跳，其实是可以的吧。攻一攻，跳一下，是不是应该能跳的？也简明了，就你虎过，就这时候争先手很重要。你虎过把这个提了，黑的这个棋控是不够的。黑棋。黑棋虎过之前呢，先在这里冲，是吧？先在这里交换，留些头绪。其实他直接走过去，这白就的就，直接虎过。那白的外面不用补了，他实战是想给白棋留些余位，对，这个直接给是能白虎棋过的。造个断点，这个是对的，这个我觉得是道理是对的。对，成，那得虎带虎过去过，吧，这个。要不虎好像也是活的，是吧？
把那打了打，但是活的是不是有点太惨了？就白棋跳，我就直接把那打了打。然后虎一个是吧？对。但这个活法，跳这个还先手，里边有事儿吗？也没事儿是吧？里边有事儿啊。不是说这个虎吗？那我这个地方跳一个。跳一个，这边要点，你要补。我要点你，你硬不了了，你得走这儿。要补，对。那我这地方冲。这个味道很坏啊。冲完了打吃，扑你，扑完打掉，挤你一个。就有一个缓一气劫。对，有个劫。这个要粘的话，它就断上。对，打劫了嘛，缓一气劫，那肯定也是黑棋的问题啊。对呀、啊。所以这个白棋没有什么损失，无忧劫嘛，无忧劫。损倒是也有，损自己一些气。这气其实挺有用的，但还是大，这还得走，不走虽然活，但也有点太惨了。太惨了，对，这个基本上你如果不走的话，白棋这个跳下来都是全是先手。那白棋这棋不会补了吧？这棋暂时可以脱先吧？他还是补了。还补啊？对，白棋还是白棋，现在好像有点优势意识了啊，补了一手。这优势意识，我怎么觉得这串定型没少亏啊？这个提掉还是挺想走的。不是，这定型就定成这样，落一后手，黑的围了十几目，你围十几目，就攻成这样了。好寂寞呀。就落一后手就这样，功能这个定型好像有些软是吧？我感觉定的有点粗糙。不，主要这黑的很舒服啊，黑的这捞了一大票，一手搬过去，其实还是本身就很大，然后黑的还真到了先手，黑的没有任何不满的地方。这有点，这哪里有问题？这个冲吗？黑棋机会吧。这个冲当时是不是跳就跳下去呢？对呀、啊，对呀、啊，我说是这被虎过，这个有点疼。虎过有点疼。是不是白棋这个判断啊？这个吴一鸣这个判断过于乐观了呢？乐观是乐观，他这个形势判断肯定没错，肯定是白棋乐观，但是过于乐观。你乐观，你可能有时候我们优势的时候，特别棋迷朋友们下棋就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你确实是不错，是好。但是你一两步还手，你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就不一定了。就是看你的本钱有没有那么雄厚。很有可能你自己还意识不到，其实已经不怎么样了。你可能还沉浸在之前的优势意识中。这个抢到这个乱了呀！对，黑棋抢到了这一步之后，好像确实是局面有点乱。这步补怎么样呢？当时把这个拔了。我这肯定得拔了呀。拔一个，我觉得这手棋啊，我感觉啊，至少四十目，给你量化了。这个四十目这太大了，因为拔了马上就有断。哦，拔了你已经下不来了，这就是我的空。你刚才粘完飞下来，我两块孤棋。我现在这是我的空，这个太大了，而且不是拔，基本上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先手呢？你不理了吗？我都算你补一个，我尾一个。关键这怎么补都补不。这么来一个也别来了，断无所谓，三个也不是奇金，不要了。就往下能拱呗，黑的怎么着别那个收起吃太惨了，我主要觉得那基本上拔一个先手是吧？很有可能有点先手味。不，但是你倒是可以暂时脱先，我就说你暂时脱先。对，你看看现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我怕什么？我别死不就行了吗？怕什么呢？长吗？还能走什么呢？打吃俗手呀。长吗？尖吗？你要干嘛？我管你行不行？尖吧。他如果就，我看单拖是不是好一点？这我别死，我很难吗？我拖了，都给你啊，都是你的，你想怎么样都行。
我这个，我这样打一圈回来，我就跟着你搬走嘛，定型嘛。一会儿我这冲了走完，就是封住你，将来我还有什么扑了急你这种，这种白棋的这个策略，就只要这块棋不死是吧？只要不死，说句实话，他这手棋抛开死活不说，如果刚才那个图白棋能活，这步棋目数上也就十目棋。我觉得这个大概得四十目。我感觉这个题的价值啊，他这个太小了。他肯定还是有他担心的地方。他还不能围大点。他可能有点担，还是有点担心，还是对这块棋的死活。那我飞一个行不行？我为什么我这么想？我飞一个行不行？这个没什么问题吧？不担心，这担心什么呀？这太大了，我这这个东西，有点缓啊，这个时候太缓了，这个跳太缓，这个不，这个一下有优势，这一下这形势，我不知道还好多少，因为这个局面一下子又很乱了，对，又变得漫长了，你两块都不活，这个棋故事就多了呀，一下子局面又变得漫长了，这个。我们这个一个全新的女子大赛的第一局，是不是两位棋手？哎，想让我们多欣赏欣赏啊，这个不要一面倒。我女棋手增加一些悬念，女棋手其实可能反复的多一些，比男棋手相对来说会这个过程更加跌宕一些。对，这个倒是还真的可能是个事实。那确实，这个跳是缓了一些。这哪看得清呢？这个东西现在当然，黑的确实也不厚，黑的一直要顾及自身棋形的一个问题，靠长。长这个。黑的棋形其实还一直怪怪的。搬这个是先手，如果不走这一方跳点。两个子就留下了。对，两个子留下大吗？感觉也没那么大嘛，大挺大的，但是不能粘了，它只能粘这个，这边就留。那黑的为什么不能拖先争个先手？我先什么来呀？好，反正怎么着，糊过来再说呀？为什么还要贴？贴这个不是后手吗？这白的还能硬啊？这个随便拆一个刮刮脚，感觉不是无敌大吗？那我为什么要走这个呢？这个好像棋总是抓不住重点，我感觉。你跳过来，这是有吃呀，你不会吃来不及啊，你总得先黑的得有这个先手定型的这个。这个地方好像只有点是吧？没有别的下法。你断不了不就只有点吗？断不了呀，断我打的粘是有口气够了吗？对，这边有口气。就断了，断了打吃长粘了，冲不了，冲可以，他这个可以入气，这个可以入这口气。我看不懂啊，但反过来说，白的这个能不能脱线？这个脱线他是觉得黑的力活得太惨了，是吗？但是就这样说，如果这两手交换，白棋便宜了吧？便宜多了，白棋确实是便宜了。这怎么能给白棋交换到呢？不是这个，所以这棋啊，不下到最后真的是胜负难料。这个。这个大局观、白棋终于抢过来了。那我，我不抢我也没地儿去了，我只能走这个超级大的了。反正错进错出，最后呢，白棋还是抢过来了，争到了这个非常大的一点，关键的一点。不，这个太关键了呀！这个眼见的一个急锁嘛，爹娘老师都有点着急了，是吧？急锁呀，这个就是不难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个乖子啊？是不是这就叫这个旁观者清啊？可能吧，可能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方向上的选择好棘手。这盘棋确实是，这个波折比较多，是吧？感觉上是。哎，这个胜负如果有这个胜利图的话，它一定是跌宕起伏的。但这也确实是，一直还是白棋主动一些吧，白的还是要好一点。其实呢，我们平心而论啊，就是说，其实女棋手啊，尤其是他们就年纪又小，
就对这个掌控盘能力、掌控能力肯定是没有这种成熟的男棋手那么高，对吧？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这盘棋暴露出来一些，就是可能大局观方面。年轻棋手可能跟不用跟男棋手，就于之莹他们、陆敏泉他们比，也是有还要提升的空间、啊。你像这个、像于之莹啊、崔晶啊，他们这个陆敏泉啊，对吧？他们这个为什么就说成绩那么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你发现他们的棋就是控盘，就掌控这个控盘能力特别的稳，知道吧？就已经能达到这种顶尖男棋手的水平了。对，这个是需要具备的能力啊，这个。吴一鸣毕竟还年轻、毕竟年轻，对，当然钟意锦就更年轻了，很有冲击力。这部贴我觉得肯定是对太年轻了，这部贴棋是很有冲击力的，就是你可能也读秒了高手。哎，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现在我们这个比赛进行了两小时十六七分钟了，对吧？应该是有一方我觉得也跟读秒有关系吧，可能他有点欠考虑了。黑的飞，白棋拐过，双方这个棋啊平稳下来了，稳住了，双方都稳住了。这个黑的脚上得补一手吧，脚上那个结，黑的我觉得应该打不过白棋吧。现在的局势怎么样呢？是不是又达到了一个？应该是白棋好吧？白棋好哈，还是白棋好？应该是啊，没怎么点，因为木也不是很好点，这个脚上不知道怎么点。脚上反正黑的肯定不能点。从进程来看是吧？本来冲过来，哎，不是，就我是觉得就是这一带提过的时候，肯定明显白棋明显的优势。黑的现在就是缓了口气儿。哦。但是呢，应该还是白棋要好，形势明显要好，要主动。但黑的如果当时不贴这个走外面，真不一定。对，那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不贴真的太缓了。这不贴其实你就看贴和拐过交换嘛，他走了一个先手实木大概。完全不着急的嘛。对，这个大场多大呀？这个先手走过来，黑棋是飞这里，然后白棋冲肯定只有挖呀，冲肯定是只有挖。这个棋呢，将来肯定要按收棋吃来点。对，这个棋十八十九目。现在白棋的、现在白棋大场还有哪些？这个角，大场这块棋不还没处理好吗？得走吧，这地方不得怎么定个形啊？靠下来吗？靠板有点麻，还是啊？他可能想利用这个，然后中间罩住之类的，是不是想在中间定型，让黑棋收起吃？如果能，你比如说这边打断，然后通过外面的先手让你回去收气。对，他这个其实你不是很好动，如果你撞的气多了，黑的这气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白的有扑进去的收气，扑完挤着收气。我不是打你一下你气还挺长，好像这两口气撞了也没事儿。但我就有扑。这个扑。所以你不好动了已经。我就有扑着收气。扑着收气好气。就你要注意一点。现在白棋是一二三。三口气，对，但你外面不能乱撞。他先在下边加强了一手。稳住了。先加强一手。靠了一退。补厚一点啊，把自身补厚一点。感觉定型自身厚了之后，对这个角看看要有什么采取什么手段。不该黑的了吗？守个角呗，别手段嘛，没什么大的了呀，手脚肯定最大呀。白棋要手，黑棋要手脚的话，上面是不是白棋要先动手了？那黑的也动手的话，黑的劫是不是也能打一打？就是有点复杂的这个结针。哎，上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白棋先动手是打结，应该还是打结吧？点。刚才说这个点说点这个。他提点这个提我虎。这个搬是吧？搬没用啊。
扳倒一下有用是吧？扳倒一下打的时候你要跳，嗯，这么高级的下法吗？扳歪立，打这个你就可以跳了。跳有什么用？跳我提你拖呀。拖这个是吧？嗯。就是那也反正也打劫吧，反正我现在挤你，反正打劫。嗯，反正怎么下都打劫，就白的怎么劫轻一点，还点着好一点啊，点着打劫应该好一点。白的这个应该是个无忧劫。啊，白的现在黑棋是，看看啊，黑棋现在先搬，搬个长的时候黑棋先搬一下。搬完我觉得他是要走吧。搬完交换了他脱先，补在这儿了。这是补吗？不是，我想说想说他在这边兼顾一下这个右边啊，点在这儿。他想打个爬回来吗？这棋，嗯，嗯，这还，哇，这还不如飞呢，这跳感觉当时过于稳了。你飞一个是不是还好也大点吗？嗯，这怎么还被人欺负到这儿啊？白棋脱先了，就点三三，这个实力也很可观。又拼起来了。嗯，点三三这步棋好像也挺拼的呀。上面是什么情况？事儿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打这儿肯定不怕，我冲了拐。对，你如果打这个，打断问题也不大。这个子还是救不回来呀，你占我的冲是吧？啊，嗯，就暂时吧，就除非你这特别厚。对。嗯，暂时是暂时不怕回不来。你如果打二路，我都是活棋，关系两边都是活棋，关系不大了。嗯，就这脚里好像得补一手是吧？补一手就补一手呗。嗯，但我这边是活棋。嗯，他先点三三捞一票，但这块棋也没有完全安定。还好吧，这个啊，活问题不大，就是没完全安定，可能有搜刮一下吧。嗯，黑的还是有手段，不是那么担心死活问题啊，但是要小心。嗯，黑棋如果这边非常厚的话，黑棋白棋可能要面临搜刮。这是搬完是要连搬吗？嗯，不能连搬吧，这棋能连搬。你说什么搬这个连搬啊？啊，这连搬不能吧？他搬完不连搬，选择长，这定型是不是有点？连搬你是担心？我觉得走哪儿都不行啊！我就打了搬，你不挡不住了吗？你挡住我给你，我直接断了，我给你搂了。这个包子一吃，炸裂。这好像已经很简明了。嗯，这个大不能长，只能提。那这滚包完还能行啊？不能行吧。然后白棋一粘，这个这长不出气呀。啊。哎，他长的出也不行吧？这棋形爬呢？爬我好像可以顶住。能顶住啊？好像是。我断我侯家，我长，贴我扳。蹭是蹭住了，是吧？好像是。这下面几期顶住你看他弯，不是我也不见得一定要跟你杀嘛，你弯了把我补一补，你只要不能是把我杀了，你自己不就跑也不好跑，不舒服。这黑的太凶险了吧，这黑的肯定不行啊，这图他不能连扳，这样子摆黑棋是有点危险。这看太凶险了，主要没敢搬，长了。嗯，那这个定型啊，就这样啊？对，白棋等于先手做活，然后白棋又补了一手。啊？那这个白棋捞脚掏脚掏的挺愉快的。这黑的带官大作战啊。嗯。那你点什么呢？你守个脚得了吧？这玩意儿脚被先手点了，跟飞一个比相差了至少20目，嗯，这东西点着啥了？你全跑了也没20目呀，这不一串单关吗？黑棋白棋现在是拼命的捞空啊。嗯，不是很理解啊。
现在这个形势怎么样呢？白棋现在就是有点薄位嘛，但是如果都活了的话，我感觉应该是白好吧。这个地方收起吃20目、30目、35目，黑的补一个吧，40目。黑棋50目，五十如果目，补一个50目，这个地方怎么补？这种粘着博，啊让这个算白棋打拔是吧？啊，对啊，有五十目啊，黑棋，那白棋如果能不是？如果你补一个，我们先是这么看。如果从目数上来说，你走这个，我把这个尖了，这个黑的不够。控是不够是吧？对，黑的控是不够的，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拼一下，尖这个，因为这个好像全盘没有跟这个匹配的，把这个抢了。如果上面那块打劫不出问题，时空还能争。又不知道白的这个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什现么在问实题。战黑棋是，这里先打了一下，打完，打完令。对呀，我是觉得这地方他要出来吧，他现在是不是要出来？力简单点，你挡住我拐先手，这大猪嘴嘛。哎，这个要是拐先手的话，可以粘回来了呀。如果说你补一个，粘回来，冲完了拐，就是跑了便宜嘛，主要。就粘上，粘上。这反正是能连回去是吧？怎么连？就这么连，就这么最朴实的连动。还这么连吧？是不是这么连好一点？还是这么连好一点？力没有用，拐死，哎，拐挡住活的没有用，利你就将来没有用。官子便宜点。行，这样没有操作，行，不行，算了，没用，你利的话可以就是加便宜点官子，没没用，用，那就连回去。他是能追求一下吗？不知道，就这样吧。简单点儿，黑的这样便宜点目数呗，就是，也没啥吧。那样子就是进入官子了，是吧？不，但这样便宜一圈儿，我再走有可能后手了，也不见得呀、啊。啊，就粘出来了啊！白的还要爬掉这一下，啊，还要爬立的时候吗？先爬了一下呀。便宜吗？这个爬完再冲，再挡，再挡，对对对，爬爬完完再挡。再挡，哎，粘出来。不亏，啊，是吧？脚上目数肯定便宜了，是不是？那这边好像也不亏啊，这脚上边，目数是便宜了，而且它也是能连回去这的，边也 OK 的，也能连回去，没问题。那就没问题，没问题啊，什么？哎，哇什是，么？什么意思？我打这个呢？这不能不粘吧？这不能不粘吧？我提对，了，提，关键是提完以后，不是说连这边，它这边可以冲我下提去，完我活了我3只眼4只眼了，你得粘这吧？肯定得粘。那什么意思啊？干什么？这没有什么，这有什么变化呀？球头长，没必要吧？哎，哇，这个有点奇怪啊，就哇，是玩恰打。啊，高手，不是，便宜了，啊，恰打，再打这个是吧？因为恰打的时候，好像不能黑棋是立，不能立，不能立，白棋不能立，不它一能立，粘，因为这边要冲，这边要打完顶，所以对，只能提，然后再打。因为他刚才直接挡住我一拐，已经漏了呀。
他当时是这样的，是是，我当时也没觉得这黑的行，也没看懂，这黑的也不行，这爬一个是比刚才那图好多了。他挖完恰打是解围的唯一方法，但是这么活的话，再打，他粘住再连回去。这白的局部反正也是一手活嘛，嗯，无所谓了。本身已经是，就再走走呗，跳一个走。白棋粘吃一个已经是局部已经是活棋了啊、嗯，而且呢，肯定走在外面，也是能、嗯，感觉能连回来是吧？至少先试一试。我觉得白 A 的应该能走一个先手活吧。嗯。哦，他挖一个也是黑棋无奈是吧？只能挖，不挖死了。也为了这个恰打，挖是唯一的活棋方法、嗯。对对对，但看上去也有点损，也不效果也苦肉计不怎么样、哎。那只能这样，嗯，肯定是不能粘上，就不能粘上。刚才是我看看，他是这样的啊，对，就是刚才直接搬微拐已经死了，嗯，对。所以他现在是挖一个。这样的弃子，挖完恰打，对，挖完恰打把这个子弃掉，对，哎，我们是这样估计的啊，预计的。你只能恰打，对，不恰打死了，要不然就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如果要搬过的话，没必要去挖一下。嗯。黑棋还是挺顽强的。挖完恰打，确实。还是在想办法啊。三口气，三口气，嗯。那棋谱现在还没有，哦，粘住。啊？啊？粘这个？不玩了。这个被打呢？啊、哦！进入到癫狂模式。再跨这个。这个对，这个还是要补回来呀、啊，这个不能走。其实跨这个的时候，我觉得白棋都挺想踢的。算了算了算了，啥意思啊？然后白棋再粘。我理解不了啊。没气啊。这我真的理解不了。这个能理解。这个我在干嘛？断这个。白的。白不会了。不会了。怎么做他吃饭没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他有点麻，因为感觉刷黑的已经快后手死了，有点麻。对，我就说白棋不会了，白棋不知道吃哪，他立这个是吧？正立着吃，对。哎，太奇怪了。不懂。这个中锦不懂，这个对吧？其实实力非常强了，但是这一串故意的挖完粘上这个粘，真的是不懂。那不，这是什么？这是没有必要啊！他这一串下的本来还能下下嘛，能下可能不好，但是输的不是很多。对，可以收官的，其实真的是可以收官的，能收一收的，能收一收的。为什么要把这个自己？他到底是没看见还是他是不是他就没看见？他就怎么着就没看见打吃先手？看见打吃先手，不是那我只能跟这个一样去理解。什么可能都有可能。因为当时他那步小，刚才那小尖，我觉得他就是没看见这个打吃。嗯，我只能这么理解，不然我找不出理由。啊，那么现在其实已经跟这个，不是这时控已经是其实你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是？本来刚才是黑棋能连回来，现在全死进去了，这里一下子白棋凭空多出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这不是这木肯定是没法不用去你这么关心了是吧？你这么个搜送法，你还是要跟白棋收官吗？
他是不是？而且他断了白旗，还有长到这里。想这里，我这全先手，这里边马上我这打完拐先手嘛，我拐了几圈先手，啊、这块棋我该你走，你活得了吗？我现在这个地方我全先手，要不你现在虎出来？所以这个可能，哎，这个随时可能棋局会结束，是吧？不，他为什么呀？就是没看见嘛，只能这么理解。没看见这个打士是绝仙是吗？只能这么理解。这个十三岁的钟义瑾是吧？嗯，十三岁的钟义瑾二段。这还是年轻、这个、对进入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大赛擂台赛先锋的这样一个位置、嗯、是不是心态还是有点不稳定、嗯、啊认输了低级失误还是有点多吧尝了一个被顶住这是最后一手这那真确实这时候是只能认了嗯这一顶没有白黑棋没有什么机会如果说松一口气的话这边就打吃了断是吧但是不会犯这个错误顶住就可以了这都不是黑的都快死了对这个差距确实是这是最后一手棋现在全盘这个白棋实力是遥遥领先并且现在黑棋这块呢可能还需要补活嗯，这个胜负就没什么可嗯，可这但只能是他这个低级失误，不知道哈嗯，只能解释为他没看见吧对嗯，那么也是恭喜吴一鸣我们吴一鸣是先锋之战先下一城啊，为中国队赢得了开门红嗯，那么明天呢也会。他将会有这个韩国的棋手李瑟珠韩国先锋来登台挑战了。嗯，这个第一阶段，湖畔杯第一阶段好像是要连下七盘棋，哦、连下七局。连下七盘，嗯，这个擂台赛就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很有可能一位棋手能够取得连胜，嗯、是吧？对对。啊而且有的时候一旦你连胜起来这个气势啊对心态啊下出感觉来了对、嗯、这个信心啊都出来了、嗯、所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也擂台赛的魅力啊对、嗯、也是期待小将吴一鸣对下出感觉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还有一些时间啊离、嗯、我们这个直播结束时间还是有一些的、嗯、我们也请丁磊老师给我们稍微回顾是吧这盘棋其实钟义瑾啊吴一鸣啊都是嗯，明显都是这天才少女，大家非常看好，而且绝对是有实力的。对。但这盘棋，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束的，嗯，结尾的方式好像是比较的让人意外哈。钟义瑾还是战斗起来，还是感觉失误还是有点多的。嗯、对，这盘棋确实是这个起伏有点大。嗯，这个刺还有这个。这个、我们要不要从头看一看？好，嗯，从头摆是吧？行。其实就吴一鸣这个一上来布局还是不太好。嗯。他这个结束的有点突然。对。这盘棋。比预想当中啊，嗯，是吧？比预想当中的这个胜负差距是大一些的。嗯，对。好，我们可以从头看一下，快速的回顾。一上来这个布局，这布局，从结果上来看，黑棋的策略还是成功的。嗯白棋这个飞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的、嗯、飞完了可能还是应该尖顶从实战的效果上来看这个尖顶完搬粘还是大对对对还是好掌握扎实一些这个有点积极但是呢这个棋形被黑棋拿捏、啊、这个尖顶是钟义瑾这个下的不错的一个地方对好行嗯这个棋形的感觉是对的、嗯、
但是这两手交换之后呢，可能也是前面前半盘这个白棋稍微有点不利的一个原因。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步棋跟这步棋可能都有一点点问题。这步棋其实还好吧，可能是这个战略上一个选择。那这步棋本身的手段就还是应该长，还是应该长。这冲过来算了，冲过来我觉得就挡住跟你走，或者哪怕我简单的我就自己什么走一个。这个还是个绝对的要点，是吧？这个是必须抢的。这个实战，我觉得这棋被黑棋虎到这儿，这棋已经坏了。这个。当时我们当时跟随棋局走的时候也说了，大概这里摆了一个这个首歌的变化，亏挺多的。这两手交换是吧？一下子给自身制造了很多的，主要这个地方缺陷，外面还在战斗，根本是搞不清，因为白棋真子也不利，谁战斗有利其实都挺难说的。那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价值比普通的大厂是要大的，这看上去就像一把飞刀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实战啊，实战最后的那个吃这个算了，对，实战的那个图和现在这个目前的情况，其实黑棋啊基本上这块就是白给白棋的，对吧？就被白棋这样飞下来。对，实战就一直在纠缠战斗，这地方已经花了。这地方你看现在黑的地方，我们点目十几目。对，十几目没了不说，脚上是打结活，然后外面呢也是要死的状态。所以这局部亏了几十目，实战肯定是有的。是，然后外面呢也没见好。特别是现在本来黑的吃这个就很，这个是特别清楚的，我觉得就这个很好啊。黑棋就应该选择这个，好掌握，对吧？这好掌握。我一上来说钟一锦年轻嘛，可能还是战斗欲比较强，对吧？等他成熟一点，可能是会选择比较稳。不是，就得开始慢慢的得理解这个棋局的掌控力的重要性。他真的掌控力不够。没错，这个当然了，现在只有13岁嘛，你要给他时间去成长。对，是，那是。包括像吴一鸣也才15岁。当然因为他已经站在了最高舞台上对局嘛，对吧？所以对他要求也比较高一些。毕竟代表日本已经是代表这个国家队出战了。对，所以这个对棋，我们就是从棋上来说应该要求他严格一点。他实战下的比较的复杂的变化，但是说这个也没有问题。其实他下的更狠。就是说他在各种道路当中会选择狠的下。对。会选择狠的下。如果说他的对手啊，不是吴一鸣，是力量稍弱的棋手，有可能真的一下就被他拿下了。但我觉得是，如果局面差不多很焦灼，你挑狠的下没有问题，对吧？是对的。然后，但是你如果是优势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挑我掌控力强的下呀。我好啊，我跟你搞什么呢？对不对？我优势嘛。这个就是现在白棋肯定是被动的这个作战，但站着站着我们感觉白棋好像就搬回来了。黑棋这棋可能是双一个好。就这样，双还是一个本手啊。我觉得双一个是棋星的本手吧。这走一圈不便宜，走一圈。这个虽然是个急先手，但是自身呢也是留下了气太紧，那就这么下气特别紧，一直被别人推的不舒服。不舒服。然后现在白棋搬，哎，搬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对吧？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极力推荐黑棋应该管过来。棋局掌控方面的一个要加强的地方，是吧？这种是不是就第一感？这个第一感就要走上来。我觉得我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他，我不知道，这个不用想，这个东西我感觉是，就我们常说的天王山。急所，刚才我们说了脚伤呢，其实肯定是没办法净吃的，对吧？最多是打结，所以现在脚伤并不是那么急迫，还是应该管过来。打结根本没时间来的。实战他吃了一个，这个缓了呀。对，被这个头压过来。就从这儿开始呢，白棋这个局面的天平慢慢的往回再拉。本来黑棋是有点压制白棋的，是前面因为白棋打入尖顶，后来导致了其实是这个局部棋形就不对，那个这个选择尖顶完搬出来，这个棋形就不对。但是现在当他贴了，然后又把这个头搬过来的时候，现在白棋应该是
这个天平啊，对，又现在这至少是搞不清了，至少是个均衡。做这个。啊，做这个，他这还要不就是你、哦、对，就发现黑的就很忙，黑的这地方要补、嗯，这地方要补，然后现在补完这边还是打结，然后这个子他也要长，中间也得处理。嗯，那黑棋什么都想要，那什么都要。你会发现白棋走棋无非两块嘛，一块这边走，一块这边走，黑棋分成四边，四块。嗯，就是那有点忙乱了、哦。那你的头绪就处理的太多了，有点忙乱。嗯，这个打吃还挺细腻的。打完顶，打完顶，就白棋的棋形慢慢的处理的就比黑棋要扎实。然后黑的继续，又来拉出来，越来越忙了。嗯，当然这个呢也是带着白棋，对吧？对，就另说。白拐，就是这个，我刚才说从这个班开始不好，原因就这个棋形一直被对方揪着，包括后来被靠什么的，一直是因为棋形的问题在付出代价。考虑、嗯、难受，难受，对。然后当时也说了，是不是考虑就这三个子不要了啊、嗯？其实真的是可以考虑三个子。是啊。如果把它想开点，就是六五棋、嗯，没有什么不能舍掉的。但是交换两手之后，它还是连回来了。嗯，都要，什么都要，还都全都要，都要，而且是这个最重的要的办法。对，然后跳再粘上。是吧？对。那这个时候呢，局面还是说不清的，对吧？至少这个还是非常的乱，头绪。嗯、啊，白棋这串顶的时候，黑还是应该顶住厚一点，我可能还是应该顶吧，是吧？嗯、顶住，他退一个，从后边来说，后面其实都有点是有留下一些隐患的啊。棋形稍微软一些，还是顶住好，嗯，还顶住好，嗯。所以是补棋啊，有的时候就是还是追求一步棋把它补结实的这种下法、嗯、像有的时候这种中途半端的，他是不是有点没注意，就是觉得这种棋形他没太注意这里面的保卫、啊、嗯，有可能吧。拐过来靠两下，这个我们当然看见推荐的一个图是虎一个，对吧？比实战要更厚一些。嗯，实战那个靠后来也一直围绕着这个段，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其实你看这盘棋好多的局部，就是我们说的要最好一步棋补干净。嗯，像现在这种虎和刚才这种顶，还有包括更早之前的扳、士兵啊、双，嗯、都是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能一步棋补好的局部，最好是花一手棋。对，就是有一些感觉到棋形不够正。嗯嗯，棋形的味道不是特别好，叫后中先也好哈、啊，或者他也是闲手，也得补。对、嗯，就看似慢，实际上是快。对，这种你看着快，绝对先手，但是其实留很多隐患的。对，这棋形就薄嘛、嗯，点你也很难受，非常难受。翻、嗯、吗？啊，这个时候那不靠。对，决意教我们一招，嗯、这个棋。弯是好棋啊，这个我确实第一感我也没想到，嗯嗯，我以为是跳，我倒也没想到这个，对，我以为是跳，长可能不满意，但弯确实比跳好。这种是不是摆在棋盘上就发现还是不错的？摆在棋盘上你可以去想，因为先入为主，你会觉得是决意推荐的，嗯，他是对的，我去想为什么，哦，我能想明白他为什么。然后你去印证有道理，哦，这道理是说得通的，但是这是先入为主的。嗯、如果你告诉我这棋弯一个，你不告诉我是决意说的，你会排斥吗？第一感觉得很奇怪，哦，嗯，第一感不是因为我第一感是跳嘛，但它可能就是有问题。就大多数棋手第一感都是跳，第一感是跳，像这种弯，确实是很难想到。有点盲点啊，就是你告诉我是决意说，我会去想他的好的理由啊。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可能就有点排斥了，不太像，你觉得？对。那确实，那如果这个要求像这个吴一鸣他们马上有这种感觉，也是很难，难，这个要求比较高。对，难，真难，真难。所以这个吴一鸣这种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啊，嗯、因为他是为了争过来，把这个头搬过来。他这个八十七八十八走哪？
这是把脚绑在这里啊、嗯、对，当然这只要走掉紧黑机器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就这个我觉得这盘棋对吴一鸣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这不打吃。嗯，因为前面的哪怕不好但是思路想法是理解的、嗯、对吧，就是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个呢我觉得是说不通。是。你如果要脱先你吃这个。对。你既然要脱先你就要下最狠的。你脱了先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拼搏的一种姿态了。这个脱先很拼的。本身就是一种拼搏的一种姿态、嗯。那你别这么中途半端的呀。是呀、啊。而且你打这个明显成立嘛，对不对，肯定更好吧。这个确实是有点。嗯，已经在那边做出很大勇气了，嗯、然后这里呢，他是就没往这看，他可能思想上呢，在纠结的是硬还是脱先，硬还是脱先，脱先这走棋肯定特别特别大，嗯，他好下定决心了，我这棋我要脱先，嗯，那他决定了，哎，我就走这边，但是他就没有往这看，对，可能没有想到这边打吃啊，嗯、往这看一看，打吃显然是更严厉的一个手段，你如果长的话，马上断上去，你不能极为严厉，对，就不能长，这个其实绝对不能长，长一段就崩了，嗯，这肯定崩了，所以这个打吃位置看似一路之差，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嗯、对，就是这个能拔掉，比实战要厚很多。实战后来不是还被粘上下来了，嗯、整个故事还在延续嘛，就薄了嘛。对，那么黑棋呢，这里就脱先了。嗯啊，然后实战飞在这儿也是个失误呀，它这是一连串的。对，它为什么后来急中生智是这个？因为它这时候它已经漏了。嗯，它这时候发现已经不对了，它挡不住。嗯。他这个棋尖这个是为了想办法挡住，但是呢尖的时候他发现被人一打，对，白棋这一急打又是好手，所以他这是连环失误，他这步失误是因为这个开的头啊、嗯，然后没办法，他这时候已经因为可能也读秒了，他找不到好的方法来挽回这手棋，因为这手棋如果你挡不住真的，有时候我们下棋是这样，你无法接受自己这个白亏这么多。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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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你之前的这个损失啊、嗯、你让他马上立刻认亏、嗯、他很难接受、啊。你得很快，你得读秒，你就得在一分钟之内，你不然慢棋、嗯、可能我经过长考算了算了，我下定决心算了。你一分钟你让我这个。止损、啊、我心态崩了呀。这个你有点。总想挽回一下损失。调不过来，所以越陷越深了。对，这里就。这个他又没看见这打吃、嗯、被打。炸裂，这个棋炸裂开了。这个如果粘的话，一恰吃，一恰吃先手、嗯，粘上一恰吃先手出去了，这停了一招，这不是等于走了个后手。所以实战这个转换也是无奈，逼不得已，至少这个变数多一些，看不清嘛。嗯、好歹是种转换，嗯，但亏肯定是没少亏。他是顶顶，嗯。这地方后来白棋的定型也肯定是不够好吧，那你说哪个最好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怎么走都比实战强。对，实战白棋定的也挺奇怪这地方的定型，所以双方然后白棋就这么放黑棋度过了。嗯，能跳吧，能不能，我觉得还是要跳吧，能跳的话。嗯，这个就放黑棋度过了，黑棋度过之前这几个交换还挺细腻的，给白棋制造了一些麻烦，这几个肯定是便宜的。对，然后一手棋搬过、啊、一手棋搬过，好，黑棋这会儿还比较愉快。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无论如何太大了，之前你说没看见，这个时候这个是个急速，这只要死不了就该脱先。嗯，会不会死呢？不看，之前摆了一个图，这怎么死啊？这你把我吃了，太离谱了。而且这边子多的话、嗯，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些收气的，就你动不了，你不好太发力动，因为你自己的气是有所牵连的。而且这边拔花之后已经变得非常厚了。对，所以这个实战这步跳有点缓，而且要走你飞嘛，你这个跳不是明显小了点，这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嗯、是吧？然后这一下变数又增多了。这盘棋其实这个战况一直是不断的摇摆、嗯、是吧，没有一方是、嗯、对，因为失误都有一些嘛，对，都是有失误，对，中英锦可能多一些，严重一些，所以然后这地方得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下法，这个这不踢
这步棋实在太小了。嗯，啊，当时没这个，对，当时没这个。14，然后拆过来，17、18，就是这样啊，是没有这个飞。嗯，对。然后现在把这个拆、嗯。这个无论如何抢这个大城，对吧？不是怎么跳，反正你看好了，反正要走这边，也有可能走这个。我这比如说我刺一个，是不是先手后手是吧？刺一个后手，如果能跳到这儿，很想跳到这儿，不行这个也行，反正先动手总好，嗯，总好。这个根本就不着急，这个太大了。这也是这边才是棘手、嗯，这下白棋可能就又回到优势了。对，飞拐过，嗯。在这之后，好像虽然说现在局势呢战线拉长了，但是白棋似乎好像就没有好一点不好的时候了，是吧？白棋一直都是好一些，哇，哪怕白棋之前这串可能盯的缓一些，一就还是好嘛，就本来好的可能好的多一些，扳了一些，这无所谓。嗯。点这个它有点拼，嗯，可能从实战效果来说也不如手脚。嗯，点这个被点三三，实战的定型黑棋实控也是亏的。对，这里白棋也下得非常不错啊，这个策略。白棋没啥。把实地把角地捞掉之后，再把中间补强。我是觉得黑棋下得太简单了，白棋你说下得不错，走了个点三三定式，那也策略还是不错的吧？正常，是不是？正是。啊，就这个时候，白棋爬一个好，好棋，比被黑棋拐要好，或者是不是他这步不利有点，那也就这样吧。白棋的机会，利你爬完这我也没给你啥机会啊。那如果他不利先拐呢？那搬粘受不了。他这边多一个拐，跟上面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关系不大吧，反正你这也能回来嘛。他实际上其实他这个回来已经算还可以的结果呀。这黑的局部来说，这下法还可以啊。嗯，那不虎连回来目数便宜的嘛，连回来之后搬粘先手嘛，就是最终实战选择的这个粘其实是这个我只能说他没看见，但这个没看见其实挺离谱的，但我、那我不能相信他看见了呀。最终这个粘可能就本来打这个还能收，对，也不能说是败招，因为可能形势已经不是很好了，形势肯定不好，但是这个差距呢不算特别大吧，可能，可能能够盘面黑棋可能好一点。对，就是最终这个能下挖完粘，确实是让人比较费解的一招棋啊。嗯嗯，不知道这个挖当时觉得好棋啊，挖完他看见了，挖完恰吃这个小手筋，他只有挖是解围唯一方式，但挖完没想到他是粘的。对，这个粘确实是，如果是失误的话，是一个比较。低级比较基础的一个失误了。他这个明显几个失误嘛，一个飞被虎不对，飞了尖，还有这个挖完粘，他几个比较低级的失误。这盘棋呢，不管怎么说，虽然双方都是各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小失误吧，但是武一鸣还是最终笑到了最后，取得了我们这个先锋之战的开门红，为我们中国队也是先下一城。对，明天武一鸣继续坐镇擂台，将是迎接韩国先锋李瑟珠的挑战。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会在天元频道为您直播这个湖畔杯的比赛，也是希望各位观众到时收看。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丁烈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